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等一下，要等妈妈。哎呦，何必在餐馆吃，在家吃也不是一样。那怎么行？对呀，今天是爸爸妈妈的结婚周年纪念日，我们应该要好好庆祝。嗯，我们选了很久才决定来这家餐馆的。妈妈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对啊，孩子们这么贴心，为我们安排，就顺他们的意吧。好吧。好，走喽。 一定要吃这个！很出名的，今天的食物是你们喜欢的还是爸爸妈妈喜欢的？我们。好了，开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们三个人。 真的很头痛。我很乖啊。还说乖？阿伟啊，你干嘛狼吞虎咽呢？嗯，因为这道菜是我的最爱，真美味啊。也不必吃这么快啊。你吃那么快，别人还以为你三天没吃饭呢。琪琪，你别取笑哥哥。你打喷嚏的时候为什么不捂着嘴巴呢？细菌通通都飞到食物上去。 别人吃的话会生病的，要记得我们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要捂着嘴巴，还有不要对着食物说话，知道吗？这样口水才不会乱飞。嗯，英英，你也是。我看见你舔手指后，继续拿食物，对不对？嘿嘿嘿，我一直忘了注意卫生，对不起啊。你们三个要是能让我妈妈少操心一天，那就真的是太好了。好了，吃吧，吃吧。 好啦，今天是爸爸妈妈的结婚周年纪念日，你们还有什么表示啊？当然有，琪琪快拿出来。哎呦，还真的有啊！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？哒哒哒！哇，很漂亮的卡片哦。好漂亮的卡片哦。是谁做的？是我们亲手做的。嗯，爸爸妈妈，我们永远爱你们。 好啦好啦，爸爸妈妈也永远爱你们。爸爸在哭哦。开玩笑的啦，爸爸是真的感动，不过没有哭。好啦，吃饱了该结账了。服务员，哎，等一等，爸爸，这一餐饭就由我们三兄妹来付钱吧。你们怎么会有钱？我们偷偷把一部分的零用钱省下来，省了几个月，终于存了一小笔钱。 所以这一餐我们请客当做是送给爸爸妈妈结婚周年的礼物。嗯，那爸爸妈妈要好好谢谢你们喽。<笑>姐姐，让我来。没错，她是我们今天的大老板。没有根，哪有树？没有父母，哪有我们？小朋友，父母亲是最疼爱我们的人。而身为子女，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不用父母操心，那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了。